看3D老虎嘛，看最老母鸡啊，影响力提不奇怪。看的是这台3D电视，我们只送不卖啊！来，甲你说明一下吼，看3D电视重点就是爱先挂这个3D眼镜，啊无你就会头昏脑胀，要你的命。好，啊你解说吼，不管你听懂了没有，眼镜戴上马上就要看你来出球啊！恭喜在啦，刚刚看你挂这副松布拉机的目镜就有够好笑的啊！啊，你要注意哦，精彩要来哦。 要求哦，这下面3D设计，我搞的电视机搞不掉嘞，惊死人哦！那、啊、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。妈呀，这电视里面有住人啊！哦，吓得人家差点就飙脏话的 啦， 啦。 3D 互动电视又来了，你在这里仔细感受一下它的效果，我去拿温泉来给你填哦。哎呦啊，咱这台电视真正赞，好高倍水哦，温光闪，即卖科技真进步，保证互你行到走无路。啊好，目睭莫客气，看好详细哦。你甲看啦，我对电视内底走出来安尼，安尼有厉害无？莫阁考虑啊啦，这台参差甲买落就对啊啦。哎呦，我阁走出来安尼。 哇，这台电视真正厉害啦！怎样，吓死人啦！哎，你好面熟哦，我就是电视台底迄个人啊。对耶，真的是你耶！这是不是比大卫魔术更加厉害？我听你在放风吹嘞。 哎呦，有触控式智慧型手机不稀奇，买一台触控式智慧型电视机才够无敌。来，欢迎你来体验滑动带幕学徒变师傅的快感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滑来又滑去，好玩又有趣？什么好玩又有趣？我听你在放屁，我现在想给你一个飞踢。哎，滑不过气呢，你要动作大一点才可以啦。是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你还会有带啊，你嘞？ 哎、欸，你们这台电视也太搞笑了吧！里面的东西居然被我喷出来了耶！哦，不会吧，我居然会乾坤大挪移耶！Oh my 天哪，这些盘子怎么会逃出来的呢？<笑> 来来来，最新科技、最新发明，超逼真、超立体，36D 互动电视，欢迎大家来参观比较。先来的先看，晚来的就靠边站，没来的就是傻瓜蛋。好，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有多赞。 哇，这电视真的超有临场感的啦！小姐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看不出来我是真的被泼水了吗？哦，这好过瘾，这样午睡的。哈哈，看你满头都是水，我也被搞得一头雾水了。哎，你不要在那里幸灾乐祸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啦，我没有带换洗的衣服呢。 哇，这水不会真的泼得出来吧？哎呀呵，失火了，快灭火哦！哎，老婆，你该不会脑子烧坏了吧？
长你好，这是最新的消防宣导短片，没事的话欢迎观赏一下，我有小赠品要给你们，等我一下哦。在看什么呢？哎，不会吧，失火了，失火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袖手旁观呢？哎，这里刚好有水，看我的，哈哈，我拯救了一场差点发生的大灾难喽。哎，不要谢我，也不要送我啊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哇，这下不得了了。哎，哎，丫头啊，前面失火了，你还在这里看热闹啊，闪远一点，我来救火。喂，贝贝，那是电视影片了，你搞错了。我搞错？我看你才搞错了，谁不跟你一般见识啊。这失火了，你怎么还愣在这不跑呢？我闲了不爱走了，我就拍个卡龙马铁是不要走了。大叔，你不要冲动啊，不要拦着我啊，我是为了救大家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你没有听过是吧？ Oh no， 不要。什么不要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女人说 no 就是 yes 的意思啊？好了，我的任务达成了，拜拜。两位帅哥，麻烦一下哈，我这台电视啊有点小问题啦，你帮我看着这台电视，我来调整一下，你把电视打开。对，阿贝，你透视哎呦！我勒，有好看的可以看的。啊？什么？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好，没什么问题就好，那我把另外一条讯号线给接上去喽。嚯，这是什么功能啊？我得赶快去买一台哦。很清楚，非常清楚了，清楚到穿过去了。这台电视真是太妙了，这科技也太发达了吧。先生，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？你在暗爽什么呢？没有了，没什么事情呢。哎，这位 old lady 啊，拍谁哈？帮我顾着我这个摊位的哈，如果有人要试穿，就给他们去试穿得下哦。哎，你好啊。这件毛衣看起来不错，可以试穿吗？没有问题。好吧，我就来试穿一下喽。这几件衣服都已经推了新的了。哎，卡住了啦，帮帮忙吧。我来帮你拉吧。嗯。Thank you。我的 no Q 的，怎么会变成是一个女的呢？嗯，变成蒙面侠了的，帮忙拉一下。哇塞！哎，怎么会呢？我来给你道歉啊。嗯，谢谢你们。是我刚刚看错了，还是他被人家换过了？怎么会从刚刚一个大男生变成一个小女孩呢？我来看看我穿这一件合不合适啦。嗯，好像不是很好看呢。嘿，这位小姐了，我就手足无措了。哎呀，这一件我不大喜欢了，我要把它换掉。嗯，来吧，这一件毛衣还给你了。哇塞，这件衣服穿起来会变性啊！是我带给我金孙穿的毛衣啊，他的身材跟你差不多，帮我试穿一下看看赛事合不合啊。你慢慢来请啊，我来慢慢来找啊。啊，你好好的出球，我来好好的笑。这些号穿不进去，脱不出来啊，可屌呀！我的头变大了吗？哎呦，难怪人家说换了工作就换了个脑袋来呀！哎，那个欧巴桑呢？
的双子。我做了一件毛衣要给我孙子啊，他长得很高啊，手长脚长的，就连脖子也很长哦。可是他不是在 NBA 打篮球那个姚明啊，你们要不要猜猜看他是谁？阿婆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只长颈鹿的啦。哎，俺怎么觉得俺穿上这件毛衣之后，变得好像那个卡通男士小精灵一样？哎，什么的男士小精灵，我可能比较像男士的不秀哎。这老太婆织这种毛衣能穿吗？白痴，怎么穿着它站在路边吧？哎，我现在不就是穿着它站在路边吗？哎，那我不就白痴啊？欧巴桑啊，好啊，唔着紧丢我出来。你最好在我自行之前赶快帮我脱掉哦。哇，当接任老爸，男人真害怕。哇，我跟妈妈的生活费有着落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给我骗奶粉钱是吧？哎呀，人家早就断奶了啦，爸爸，人家要吃麦当当。夏夏，您就买给他吃吧。我比你穷啊，个鬼。嘿嘿，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 gay， 而且我早就结账了 ，OK。我还在读书，不能让你考到了。不过等你发育好了，可以当我马子啊。好啦，别使那样啦。去啦，带你来吃美容美更好。啊，我拔过的美眉那么多哪个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了？还买呀？